帮他套一下嘛，你帮他套一下嘛呀。哎，这稍微轻点。哦。哇、哦！来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今天出来钓鱼了啊！深水套装鼓起来，哎，蜈蚣试一下，看看下面有没有鳊鱼和那个小黄鳝啊！好。黄鳝，黄鳝，哈哈哈哈哈，黄鳝，黄鳝，又中了，这条是黄鳝嘞。哦，这条黄鳝大，哈哈哈哈，这条黄鳝大了，它这试探性的咬呀，都。鱼啊，你要让它多稍微多摇一摇几下，来摇，摇。挂了，咱俩缠上了。哎，你往这边，你往这边，来，来，好。啊，这条鳊鱼有点大的。这个。杆子拖着我。抱不准它不太会来咬你。哦呦！哇！啥鱼是？鳊鱼。鳊鱼这么大？哦。赶紧钓，你好好钓！我靠，这鳊鱼太大了！哎呀！直接拉走嘞！套一下嘛，你帮他套一下嘛呀，还是稍轻点。哦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大鲈鱼来了啊！我不换吗？又不换，就直接钓好了。你收起来，让我这条拿上。哎呦！
操！啊，死他！我说我们也换弦乐吧。那你想换就换。小黄塞。到底啊，三黄塞，鲤鱼了。抄完给他抄一下。哎呀，你也中了他，你跟他挂在他地方了。哎呦，米鱼米鱼米鱼，哦，可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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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黄塞来嘞！不停的上去。好嘞，人品大爆发嘞！哦，鲈鱼，鲈鱼，鲈鱼！哎呀，跟你踩线嘞！跟你踩线嘞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收上了。哎呀，跑了，我靠！飞不要飞，不要飞，能超能超则超，这个装备飞不了的。哦，这条米鱼带。哦，黄塞。啊？黄塞不是米鱼。哎。我靠，塞进洞的。哎，哇，大米鱼，大米鱼，你那条是大米鱼，给它抄一下，给它抄一下，尽量不要它，尽量不要跑，又是活塞，啊，你要么不开张。开张了，开张了，我们两个人全部被你打败了。啊，又中又中又中，小黄塞小黄塞，我咬了老是小的啦。那跟你们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。这个才一斤都没有。
又是大家伙，又是大家伙，这条又是大家伙，又是黄鳝了。来把我的线挂来，把我的线挂来。哎呀，一波又结束了啊！好嘞，这个黄鳝看，哎，你给我拍啊！全是黄鳝，全是黄鳝啊！我等下再给你拍啊，后面还有呢，后面哦。我也不知道啦，黄色的吗？黄鳝，黑色的吗？希望它是黄色的。哦，这大我的妈子！你刚才那么大，跟你一样大，啊、哎呀，又是大黄鳝。小黄鳝嘞。六月秀嘞，火箭了呢，下大雨火箭了，我这是。哎，你知道我打不掉。
又是大的，你看看我地上的。好的。又是大黄，专门搞大黄的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跑来不来来跳龙椅。这么小的，又开。哎呀，上天终于动了啊！我靠，两天了，哎呀，我这有点恶心了。啊，我去，这太久没有跑了。哎，那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你给我看一下。行哎，别为了钓一条鱼竿子也飞掉，飞走嘞。看小黄鳝嘛，也是小黄鳝了。大的来一条，小的放一条，大的来一条。回家回家，看一下鱼货啊，黄的黑的都有了。就是那你钓那条鲈鱼吧、嗯？啊？这里还有一箱，一箱装不过装两箱。完了，人家会得问你是哪料的，操！要这么多，来个，来，大丰收啊！我来两声，给力给力啊！啊，到家了啊，到家了啊！鲤鱼呢，黄鳝呢，哎，今天这个鱼钓过，你看鲤鱼呢，这里还有一箱鲈鱼，哎，还有这里，这里直接打包打出去了啊，离水三小时的啊，全部打包打出去。赶紧打掉，明天还要上大货。啊，这么多，打包也来不及打了。连杆加狂拉了，这个鱼钓过，他们说从来没钓过这么多鱼。啊，先打包，先打包。好嘞，空嘞，全部打空嘞，就剩这几条小的了，几条小的明天。客户自己来提的。好嘞，回家吃饭去了。七点钟，打包打了七点钟，打了一个小时，200多斤的鱼全部打出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